两个给我，就这个。给你个啥呀？我顺便还要去买那个面包。你要吃吗？你请我。就这个最好吃。我这个就更土了，416。看看这个有没有美感。两杯。你说你刚来。那应该没有。
特别难受，就是有大概应该当天晚上发烧，第二天我跑了个10公里，差不多10公里量，就是运动两次，一次5公里，然后晚上5公里完以后继续做健身操，差不多10公里量。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呢，基本上形成了一个比较良好的一个继续健身的一个习惯吧。差不多。You wanted it to be a surprise.跟这个事件绑定起来，两个做一个关联，就类似这样子，也可以来这么操作。感觉很不错。没有，我是那个，我有个同事，我去他那里啊，就因为我们后面又要在那边嘛，所以就顺便看一下。暂时忘记喝那温柔水，唯一痛苦的是。